的激进。如果因为很醉而演出很差的话，希望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包容。没机器人，一定会非常棒的吧？对啊，我觉得肯定超棒的。肯定，我整个肯定。哇靠！好舒服的地方。你要不要先督导一下戴督学？刚刚那个午间叫我们跟大家说。哦，对，就是。吸烟区的部分，大家还是尽量在吸烟区抽烟，因为吸烟区就是吸烟的一个区域，这样。对，所以大家吸烟区吸烟，好不好？然后第二件事是什么？就是大家吃东西很好吃，走路也很健康，但是不要边走边吃，不然就是会有一点。哎，我真的忘了第三件事。我也有一点忘了。第三件事是什么？哎，是不是要戴口罩？戴口罩。戴口罩。戴口罩。赞哦！好，我要开始我们演出了。Yeah.